任何一种互动关系的结果都是双方配合的。女生你配合了她，你迎合了她，所以才是这样。也就是说在你们俩的亲密关系里面缺少了一个东西，这个叫尊重。你没有尊重她，女生没有尊重自己，这是最要命的。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观点，可以有不同的认识，没关系，但是我们必须彼此尊重。人家今天说我就不想跟你谈了，那你就应该说对不起，我没有给你好的爱情。或者我可以很自信地说，你觉得我不好，肯定还有其他的姑娘觉得我好。生活就是这样，你得多思考，你明白吗？明白。你不能老是一愣脖子你就上了，这不行。好了，那就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六十秒。我听了老师说的话，我都觉得有点对，对你造成伤害。其实我这么做，我是因为那个喜欢你，在乎你啊，所以我这么去做呀。但是我觉得咱俩就是相处一年多了吧，感情还是有的。但是，但是我希望你可以原谅我。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就应该是开心的。如果像咱俩就是总吵架，而且你总惯着我，一点自由隐私都没有，我觉得这段感情还是要。那我不是在乎你吗？对不？你在乎我，但是你的爱我已经承受不了了，我一点自由都没有，我不想要这个。那因为我在乎你啊，对吗？好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来，静云的网友提问：我老公脾气大，以前跟我动过手，后来我们分居了一段时间，现在我自己做小买卖，收入呢不错，老公再也不敢对我发脾气，但他还是对家庭不负责任，没什么转变。我考虑过离婚，但孩子才刚上学，我的婚姻该怎么办？请问，软怕硬的男人其实是不值得相伴的。欺软是因为不厚道，怕硬是因为太无能，而且还没有家庭责任。你说这样的男人你留他干什么啊？如果你真的是为了孩子考虑，更不应该让他生活在一个貌合神离、假装和谐的家庭环境。